地边人，地边人，哎，他在，来，他在泼水啊！他在泼水啊！牙膏。两位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赢了，赢了，你先问啊！如果他答案是是的话，你就可以再问。三个字吗？是。哦，你一个人问。是物品吗？算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软棒拿来。不是吗？不算我，不算我，好，两个字吗？是人名吗？不是，客厅有吗？有。 有啊，客厅会有。会有。是电器吗？不是。是食物吗？不是。哎呦，食物吗？是。哎呦，哦，你看吧。有。对呀。是面类吗？不是。会动吗？会。家里有吗？没有。是零食吗？ 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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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
好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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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果还是没有变。你不要抓我这边呐！这是甜的吗？是甜的零食哦。要冰吗？要。是。不用啦！是的，要。不是，干嘛要冰啦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哎啦，他是因为吃不完才冰啦。是不是有攻击性？ 为什么表情用这样啊？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我。你攻击海里的鱼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啊！来，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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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他讲不是，他不能猜，不是，不是哦，该你。哦，要。要冰的零食是什么？我想一下。你要再找范围。三明治。江九根没有，不是，是三明治吗？ 不是，海不是，怎么你在讲我？海豚，海不是，怎么你在讲我？海豚，是，怎么了？因为我猜到海豚了。我想说是鲸鱼还是海豚啊？啊，1比0，你惩罚。哎呀，惩罚！我惩罚。哎，三胜哦。哦，三。 蟒咬金华蚁，蟒蛹，还有那个蚕蛹，哦，蚕蛹，哦，这个是蚕蛹，这个是蚕蛹，来，里面呢有一只那个钥匙，把咬出来就可以了，这蚕蛹，咬出来，里面，这蚕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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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里面虫，蚕蛹在底下。 哎呀，地平，逆时的，对，你看，金花翼，我才第二次吧，有第二次，好哎，我都被骗了，不是，这怎么弄啊？要进，给他打哭去啊！你脚，我才第二次吧，有第二次，你嘴巴不能轻易打开哦，哎，要用力，拿来用力，你用力，你嘴巴不能轻易打开哦，哎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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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力，你嘴巴不能轻
他夹不到，你再站起来吸一口气，站起来吸一口气。钥匙没有动哎，钥匙没动，钥匙没动哎。哇！哇！再打！太硬了啦！再打！你别重复佛喽！这真的只能用舌头了。在哪里？放开钥匙！剩下吗？对，吃掉就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都已经加，你刚才砸，直接往头上顶的，因为头上比较粗。在哪里？这个真的蛮难。啊！哇！哎，地边人，地边人呢？哎，他在，来那边，他在泼水啊！泰国泼水节。牙膏。啊！啊！啊！去消灭啊！好恐怖！好恐怖！在哪里？哎，是不是更有放死啊？有啊，有放进去，有放进去啊！刚有看到吗？三分之二刚被他弄出来。哎，这沙箱是这个，它里面有盖子的。太硬了，好拱了，好拱哦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声音，声音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掉了，掉了！啊！哎，别摇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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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死！摇着，摇着，摇着。要死掉了！你最新最新漫威英雄，你怀念玩很大吗？每一次来，怎么这样子？哎，耳朵有一只哦。哎，我觉得我现在……那你别唱了，真的有啦，那个是不是很厉害？地边人唱歌，哎，他脸上好多痣哦。哎，可是你要变漂亮哎。好，我今天就入这一关。哇，厉害！去了啦，慢慢玩的，慢慢玩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本来第一关刚开始第一棒的时候，大家还嘻嘻哈哈，现在看到是惩罚以后，哎，这也笑不出来。终于要认真录影了，只有认真，只有认真。两位闭上眼睛，好，来选一张。好，这一张啊。第一位，这张。哎呦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。好，请先问。是三个字吗？是。是在山里面会有的吗？不是。是动物吗？不是。我这是它体积是大的吗？是。是。它是动物吗？是。所以它是可以忽大忽小的吗？不是。它是食物吗？是。它是名产吗？是。它是东部偏多吗？不是。我这可以吃吗？我这可以吃吗？不行。不是。不是。它是新竹苗栗的名产吗？不是。啊？我这个是只有台湾有吗？是。还可以再问，还可以再问。这有比这拉布拉多大吗？有吧，有吧，是哦，比拉布拉多大。那有比一台 Mini Cooper 大吗？不是，没有。它是属于台湾小吃吗？是。它是豆类食物吗？不是。我这个跑得快吗？所以你要跑得快，有比拉布拉多快。以前跑得快了，现在就跑不快。他这里面有海鲜吗？没有。我是人民吗？是。所以人民他比拉布拉多大，明明这么小。那这个人以后可以用这个介绍，跑不快。请问他是男的吗？他是男的。不是。请问他是汤类吗？不是。请问他是歌手吗？他是歌手。是。他最近有开演唱会吗？没有。不是。请问他是热的吗？不是。跑不动。跑不动。跑错了，被困住了，你被困了，跟我。这个人看到这段应该会气死。他的名字里面是有动物的音。是。他开始从十二生肖开始。杨丞琳不是。
它有出唱片，其实可以坐着了。挖柜，不是。哎，两边都给你们提示，好不好？好。大赫这边提示。好，提示完了，然后可以直接把食物拿在手里的。杨贵妹，不是。杨什么啊？不。不知道。啊。润饼啊！我知道了，来不及了。你知道是什么？杨秀慧。好，恭喜黄队获胜。Yeah, 好难哦、喔，还很难，你别对。来，发酵美颜素。啊，又是美颜素。把那个敷在你的脸上。你敢吃纳豆吗？我其实敢。好像 OK， 那不错。哎，纳豆 OK 的。敷嘴巴。那敷在脸上。敷在脸上。哎，你可以坐。来，你一颗敷额头啊。一颗敷额头啊。不是他的痘痘那边。不是他痘痘那边的，这边变好哎，怎么变？要拉稳。对对对对对。看一下。哎，好，是戒了多久？达哥帮你弄啊。因为他敢吃啊，他敢吃。黑队挂了两枚了哈，好，来闭上眼睛两队，猜压力很大，来，我懂，我们要赢哎，我好想赢，你看这个惩罚，真的要赢，哎，手，可以的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好，先问，请问是人名吗？不是。请问是三个字吗？不是。请问是吃的吗？不是。请问是用品吗？不是。请问是用品吗？是。用在脸上吗？不是。请问是动物吗？是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还没玩完呢，你不要玩得太早。问那么多才艺的数啊！对啊，你们是三体耶！天哪，表情啊，注意注意，牙龈快吃丑了，牙龈快吃丑了。你说自己是偶像？请问是两个字吗？是。给我穷他受不住。每一题都给反应。啊，两个字的动物。很多。请问是陆地上的吗？是。请问它有翅膀吗？没有。不是。哦，好。嗯，请问是电器吗？不是。嗯，请问是三个字吗？是。请问是除湿机吗？啊，不是。请问它有攻击性吗？有。Sometimes 是。是。请问是蚊子吗？不是。请问是吹风机吗？不是。请问它是大的动物吗？是。请问是？野狗吗？不是，狗是野狗，你干嘛野狗？野狗，野狗，野狗啊！他都用他的生活环境去判断，连蚊子会攻击他，然后他这样野狗会攻击他。这是野狗哦，野狗，是大，小大的野狗。他问他的生活是大犬。请问他是哺乳类动物吗？是。它是哺乳类乳牛吗？不是。请问是公扇类的吗？不是。公扇类的。请问它？请问它是袋鼠吗？请问它是袋鼠吗？是。袋鼠！袋鼠！恭喜黄队获胜！好强！好强！压力给到你懂了，压力给到你。拿这个，然后往他脸上砸。啊！这么凶！这么凶！这是下令吧？不要打我！一个人一个，一个人一个。啊！这边。有旁边有打到啊！第二位。有准吗？这好像轻轻打就很痛哎。一二三。来啊！哇，好朋友们啊，好朋友。喂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
是棒球选手啊？有空棒，没有没有砸中就轮到你哦。而且你要站前面一点也可以哦。前面太近了。哦，太近了。哦，有。要哪一片？唱就唱，好不好？哇 ！OK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是不是吃的？不是，它是活的吗？是。它是在陆地上。是。是。它是不是很多毛？有一些啦。好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是。是算小事啦。是啊。它是人吗？是，是，对啊，你叫刑警在问话喽，刑警在问话喽。他是男的吗？不是，是。好，改对。他是人吗？是。他是男的吗？是。他是三个字吗？不是。哦，他是二十岁以上吗？是。他是。三十岁以上，妈没有血种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哎，你也有啊。是，他有四十岁吗？他是不是？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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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演员吗？是，他是不是跟你熟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是二十岁以上吗？怎么偷？是，他是三十岁以上吗？是。他是四十岁以上吗？是。哦。他是五十岁以上吗？是。是是。他是主持人吗？不是。他是主持人吗？是。是。哇，你刑警大队了，这么凶。他是短头发吗？不是，是，是，他是短头发，四十岁以上，他是小 S 吗？啊，对。自暴自弃啊！自暴自弃啊！哎，他前一阵子很风光，他才刚拍完合体的。现在不好意思，我要留着明年生日用。哇，哎，这比二十年合体还好看呢。因为，哇，他放进去了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自己，他摁一下，怎么有点享受？摁一下，摁一下，哎哎，你这个变迷音哎，你这个变迷音，哎，各位迷音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我叫他帮我合成。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